这里是北。哎，哥吃什么了？哎，哥吃什么了？我吃什么？吃什么了？哎，哥吃什么了？哎，哥吃什么？我连西北风都喝不到。什么了？哥没抢到菜吗？不是，没抢到菜，本来就不能吃。再说我急了。不过啊，我最近还真认识了一个因为吃而被大家熟知的粉色朋友。你们等着啊，我喊他出来。尚且不知虚拟主播圈谁是最能炫的人，可能知道吧，但我不好说。不过要细数游戏宇宙中谁最能炫，你确实是一个，哎嘿，被拉到哟，就是你们眼前的这位，这款，这个粉色的球，说的就是你。你们别看它的外表萌到逆天，真的吃起来嘛，那才是真的逆天啊！不过嘛，一旦接受了它的这种设定，那它可就是无敌的。走路有可爱的音效声，踢球，游泳，我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我在暴风吸入，变胖了吗我？哦，吐掉，还可以。起来，走，前面有一个小怪，吸入，哇，我变成剑士了，把这个剑人，不对，把这个剑士吸入就可以变成剑人。等一下，我熟悉一下他的这个技能啊。现在我要提示要舍弃能力，来吧！我这个小帽子很可爱，炸弹人，汪汪汪汪汪汪！哦 ，CG 来了，车，狗子。不是在吃狗肉吗？怎么？卡车？什么呀？我真能吃卡车？这嘴也太大了吧！呜呼！虽然我先吃了几头单身狗不太好的样子，但是我现在变成这个，变成这个卡车也。蛮不错的嘛，我的冲击能力很强，我可以乱冲乱撞，咻咻咻，嘣，直接破墙而出。哇，这个变成卡车好强啊，居然可以吃下卡车，还能吃什么？咻咻咻，什么？音乐不妙。小火龙，你们都是红色物种，这又是什么？这里面的生物啊，好可爱，一个大兔，乌鸦，
解救他们，这些修沟都是坏人，这些修沟都不是什么好狗。OK， 行动。哎，哎呀呀呀呀呀！突然把我框起来，哎，我怎么一直没打到？一直在刷新啊！哇！这么简单？噔噔噔噔噔，它跟我一起跳舞，这只小蓝鼠。现在我还是炸弹人的心态，先把这些修沟给处理一下，看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形态可以吸入，比如说吸入一点什么神奇的物种。你说它这么能吃，如果是一只老坛酸菜的话，会变成什么呀？一口老坛，不行不行不行！喂，这个帅啊，回旋镖。大家有没有听过，就是哈比的吃东西的时候的声音？哦哟，嗯嗯嗯，切土豆，切土豆，抓抓抓！哦，哎呦，嘴好大呀！大家看到没？这只兔子不能变成蓝耳兔，我还以为变成这只蓝耳兔就能飞在天上了呢，我就可以在天上。哇哇！什么？居然还可以变成自动贩卖机？感觉好像是似曾相识的一个物体。曾经，铁头也变成过这个物体。哦，也是。丢罐子，罐头就可以给别人造成伤害，还可以把这些罐头捡起来。这个很不错嘛，虽然走路的样子有点憨憨的。摇摆摇摆，修沟，别过来！这些修沟也太可怜了。哎，我的直播间也很多的这个单身修沟啊，这么对他们，总让我心里觉得不安。我又变成了一个三角锥，三角锥。我的攻击方式可以头插地。看起来攻击能力很强的样子，抓哇，别人给弹飞。这样看起来我像是一只鸭嘴兽，你们看我前面这个没有吞掉的地方，像一个，哎，这块地是裂开的，哦，里面有好多宝藏。哦，有一只野猪，哎呦我的天哪，差点给我撞了。我的头锥还是很强的，你别过来，嚣张！哟，在这里。哎呦，我要先把它试试能不能把它吞过来。哎呀，追上它！啊！咦，我怎么没变成猪啊？哎呀，这个猪不能变呀！算了算了，还是变成鸭嘴兽吧。哦，我的鸭嘴兽不能上楼梯了，我现在又得自己爬上去了。干嘛干嘛？放开那只小火龙！哎，我可以选择一个贱人和炸弹人，那当然是变成炸弹人啦！啊，他每次 boss 战嘛，真是会把我框起来。我先。哇，这炸弹棍果然好用，这怎么出现一个，它还有刀，还有盾，我把它打坐下了，好快，对着它疯狂输出，呦呦，别，它就架势我，无家可归呀，虚张声势，我绕一下，我要绕后，看我走位。但是我太小了，它移动虽然很慢，但是它
技能力。OK， 我又拿上了小剑，拯救瓦豆，瓦豆瓦豆。这有个天然气，煤气罐的样子，塞满嘴。我直接变成煤气罐了，打开。哦，像那个像神奇宝贝一样的这个罐子，里面有一只瓦豆。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品种，就叫它瓦豆好了。我感觉它跟我长得挺像的，应该是跟我不同染色体的，就是其他的卡比。那它叫瓦豆。我可以到下面来把这个给吸入。对，哎呦呦呀！啊啊！不不不不，这乌龟要咬我！哎呦！哎，我可以直接把它的背上这个壳给它扎掉。里面居然藏了一只瓦豆。加水管，喂！喂呀！霸王龟，我的天哪！这只乌龟怎么比刚才那只看起来要大很多呀？躲在这个坑里，哎呦！哇哇哇！它的咬肌也蛮厉害的嘛，居然能咬开这个钢筋混凝土！哎呀！躲在后面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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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咔！哦，再咬！哦，我要自己把它给钻开。这是大乌龟，它的这个楼层比刚才要高一些，下去把它给。一个头锥，哈哈，一命呜呼。我来救你们啦！你看，他们三个小只是不是跟我长得还蛮像的？是我同父异母的兄弟们。哦，可以到第二关，穿过隧道。主要任务还是拯救瓦豆，穿过隧道。咦，前面有个发光的，看起来是豌豆射手之火娃。呦呦呦，这个火娃真是豌豆射手啊，还喷火。孜然烤蘑菇，嘿。不错嘛，这个技能也很炫。哎呀，哎呀，再操作一下。哦，用火给它点一下，果然点亮了，点亮四个提灯开关，煤油灯四个，这星星点灯让我有点怀疑这个。任天堂设计师的年龄呀，前面又有一个小火娃。为什么我不会用他这个技能？我只会喷一串火。哎呀呀，掉下去啦！救命！我还能活吗？哎呀哎呀，完了完了，我没血啦！糟了糟了，想炫一下我的那个腿技。你们刚刚看我旋转跳跃，不小心跳下去。这地方好黑，点灯点灯，爆了很多金币。这有个扎人的东西，这里有一个灯，已经三个了吧？感觉我们这个星之卡比真的多才多艺呀，什么都会。喂喂喂喂！哎，吓我一跳！我本来想一顿秀。哦，这个火是个停火线，可以直接给它引燃。哎呀呀！哎呀呀呀呀！冲冲冲冲冲冲！快快快快快快快！
连梯子也可以变。每次变成大东西的时候，就感觉很笨重的样子。横着走，我可以横着走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贴贴。哦，哦，压扁，压扁，压成了土豆饼。我又要和这个冲天猴。哎，这个很简单，这个距离太近了，我还搭了个梯子上去，就没什么太大的问题，直接一飞冲天。哦，有两个宝箱，打开！哇哇哇，我好富有！看起来这个地方场地很大，难道是 BOSS 场地？小贱人过来！这么简单，通关！滚石道路，滚石！哎呀，怎么来刺猬？哎呀，想办法！等一下。本来想把它吸入的，说不定后面还有别的。哎，这个人躲在后面，给我吸到了吧？变变变！哦，这个是枪，这个是打枪，小炮人。咻！哎呀，好像被阻挡了我的这一炮。嘿嘿，小小炮娘很少烦恼。仰望四周，烟火飘。前面有滚石啦，这石头不能打，好像。爸爸爸爸，快跑快跑快跑快！先吃这个冰糖。前面又有紫色刺猬，先把它干掉，不然我待会儿冲过去，它就会。可以。我要等一个中间的石头，可以出。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哇 ，S 型走位，我这。这个地方还好，这个地方石头只有一粒。哎，来呀！那把我的帽子给我打掉了。嗨，来，兄弟，我们像个牛仔一样来决斗的一声。左边右边有汉堡，
没想到，小卡比，我今天还能吃到汉堡。一个牙签走在路上，遇到一只刺猬，然后向他招手，说：“等等我，公交车。”哈哈，吃汉堡喽！嗨哈哈，加汉堡，加汉堡，好多汉堡。卡比秘制小汉堡。久都没遇到 boss 了，难道就是你，狂野寒冰？呵呵呵！不过我这个扎好像不太能扎到他。哇，他这全是雪球！哦，怪不得他刚才那个地方是一个喷火的吧？我这个近战不太友好啊！哎呦呦呦，他这个冰还对我有一点伤害呢，我得先把他给击倒。技能就行了。啊，你是 boss 吗？这么弱。得到一个寒冰喷雾，我感觉好像除了一开始还没有遇到过什么 boss 级的大人物哎。不过我感觉卡比好像还蛮像大反派的吧，一直在疯狂地欺负这些修勾。这些小狗还是蛮有秩序的嘛，排队坐电梯。哼，哎，炸弹人，我最爱的炸弹人，这什么意思？这是个什么？啊，我都忘记他的嘴有这么大了。天哪，哦哦哦，啊啊，什么？我以为只是开个门啊，怎么把整面墙都给掰下来了，我的天哪，你没事吧？这里有人吗？这是 boss 关卡吗？哦，也有很多支线任务哎，好吓人的一关。也是刚才的那个商场啊， BGM 也不太对的呀，有点像那种丧尸入侵过。哎，这有只修勾，这里有东西发光，怎么这么多香蕉啊？难道这里有小黄人？哎，这里可以任选装备耶。溜冰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？啊！这！这是金刚吗？哎，救命啊！你别捏我！这么大，原来它就是回响在购物中心的鼓声，新猛霸！救命！我怎么带的是这个？我怎么带的是这个？啊！溜冰！救命！我还把我的溜冰对它没有效果哎，好像不能把它动起来。别砸我！就是它抓走了这一关的滑动。哎呦，痛！我把这些星星收集起来，能够对它造成伤害。哇，它好敏捷！你们看，它这么大一只，我这么小一只，还这么大一块石头来砸我，我的寒冰装备也没有了。啊、走位，走位！哎呦，一个滑铲！哎呦！他怒吼啦，朋友们！哎呀，我多走一走，喂，等等等等等等等！
不行不行，它这个攻击范围太大了。哎呦，我被打飞了。它技能怎么这么多？我都研究不出它的套路。不过它快要没血了，这个星星的伤害还是很高的。喂，哎呀呀呀呀！我想扑过去吃星星。吸不到，快快快快快快！哎呦呦呦呦！快快快快快快！再来再来再来！还有，他怎么一直在原地跳？我拿不到他。那个星星在他的身体下面。呦呦呦！他旋转的速度太快了！快快快！最后一个！哦吼！可以。串有点像他的儿子，哎，是吧？这么一看有点像小猴子呢，何必呢？星星何苦为难猴子呀？哼，好耶，成功拯救！好了，这一次星之卡比的试玩就到这里了。作为任天堂的招牌 IP， 虽然这一作在创新上稍有不足，但无论是画质、音乐，整体的体验上都还是很不错的。当然，如果你是云玩家的话，光看看这个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暴风吸入一顿炫的小球球，也足够治愈了吧。